欢庆假期这项国小七十四周年校庆，学生以运动主题创为进场，搭配集体表演甲考核，精彩演出，互全校师生惊艳不断。校内更有学生带来舞蹈，引起所有到场参与的家长甲师长热情欢呼，现场气氛热烈。假期副市长林瑞燕也特到场参加，勉励在场学童，并亲自表扬杰出教师志刚，祝福这项国小生日快乐。运动会在一年只有一次啊。一年只有一次，大家呢在这个时间内呢，大家共同切磋，共同努力，共同打拼，大家团结在一起，我们要勇敢尝试，争取胜利，对不对？这个也跟我们的市政也是一样的哈，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，可以让嘉义市可以越来越好。那也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，在昨天。经济日报他 发表的幸福城市的民意调查里面，嘉义市呢取得双料亚军，是不是热烈掌声给我们自己一个掌声？在幸福城市我们名列第二，在市长的满意度调查我们也是名列第二。虽然我们呢还有在网上进步的空间，但是呢，这个美好的成果是大家共同努力来的，你说对不对？好，非常感谢大家，也非常感谢呢我们所有的来宾对于嘉义市政的支持，让嘉义市呢可以越来越好。那也拜托大家，永同乡里树，这会变未来，变咱嘉义市的未来，变咱家孙的未来，和嘉义市做一个世世代代好家庭。大大小小拢甲伊个情况甲伊知，好不好？李校方同时也规划教学成果展区，呈现这项国小师生教学的成果。而在精彩开幕典礼之后，接下来由全校做伙为这项国小欢唱生日快乐歌，并甲来宾做伙唱下吉良歌，期待明年这项国小七十五岁生日快乐。新闻台民间七彩虹报道。过去洛杉矶是一个安尼转弯九十度转弯，那我们在截弯取直，然后成为一个可以说205公尺的新的洛杉矶。牛头溪这个溪水能够更顺畅以外，接下来我们民众不再受淹水或者每一次台风一来淹水之苦。希望大家走过这里，它还有很好的观景台，你可以慢慢的走，慢慢的散步，看到美丽的我们的河岸。